有做无做，料到田成果。也个劳工意义，工地民众伫田村营养业，田村儿童树红个一个石头并下来，好本代替来休息。同时对2016年起时，好米飞每同样业田做全国客家业。不过十多年来，南北的客家乡亲对田村业系全国客家业的认知有目共用。好米飞故所期盼的结合从个公民诚意的建议，亲密综合了各界的意见，伫从此来建议调整同市民的意识版，把我们人运统一田做全国客家业。天神拜爷向五百娘献上敬意，叫了正月二十天长日，对客家族群意义重大。2016年起时，客家会每同天长日庆祝全国客家日，不过南北乡亲意见都无同样。2018年客家基本法修正通过过后，我计用市立法委员有附带一条建议，却讲同天长日庆祝全国客家日，兼有正义，爱客家会来想办法。故作客委会推计用时，一直到2021年，仍然吸收学者同民众的意见，签署土营业初期一日，同日是2018万澳门医院通经一日，天做全国客家日。啊，做谈会结果，大家就赞成，万澳门医院通经吼作为全国客家日啦。伊唔单唱个客家人的客家日啦，吼，喺全国吼无分族群吼都来纪念。客家会比全国客家人爱听土那年，派人加强共同会同公民诚意论坛。啊，南部人家就讲啊，人家就都无存在，人家就什么用伢来做全国的，其实有争议没吼？所以讲今日客家会做的同样议题，拿出来大家公开来讨论，那也是最适当的。是客家人的太团结的，你的按苏区为主体啊。都批评政府的对文化对语言的政策，客家人在台湾行街头叫做提词，我们都要真有经验先。基隆市体力传统协会成立的创业推手市政广告书，要强烈支持。2018万澳门运动纪念日，也给成立全国客家日。基隆市安度成败，行上的路向抗争，展现出台湾客家族群为实现振兴合法的决心，有动态的意义。学习文联报卷副分子台北报道。